请看讲义。这个悟这一段啊，第21面，极善之法。这一段文里面呢，也分两个大段落，先是总说，然后再别名。意曰：极善之家，必有余庆。事出世间甚者，无有不深达因果之理也。我们先说这两句。前面这一句是《易经》里面，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两句话，跟前面所说“吉凶之兆”完全相应。极善之家，可见得不是一代，凡是大家族在社会上有声望、有地位、受到大众尊敬的，都是多少代的行善。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非常之多。一个人其善，必定如前面所说的，消灾免难。在佛法里面讲，消除业障，不能够行善，而不能够积善，业障就没有法子消除。一个人行善，必然会影响一家，带动你的家族，人人都知道修善，都知道行善，都知道积善。这个家，纵然这一代不能够兴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必然兴旺。所以眼光要往深处看，往远处看，不能看自己这一世啊。你看禅宗大摩祖师传到中国来，不时传来的时候，禅宗就兴旺了。来的时候没有人理他，他在少林寺辨别，9年等到一个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都是单传。到第六代传到慧能，才发扬光大。你就晓得
慧能的沉船，前面五代修善积功累德，到他这个地方来发达了。对中国佛教界影响了1000多年。过去这些祖师谁知道他？到六祖发达起来了，这些祖先大家才知道啊。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团体，乃至于国家，不懂得修善，不懂得积善，怎么会发达？《易经》上这两句话，圣人所说，言辞非常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必定有余庆。后头还有一句，即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我们那一句就省掉了。这个地方单单讲积善之法，世间圣人在我们中国，从皇帝尧舜禹汤到孔子及大臣，处世间圣人之诸佛菩萨，对于这些因果的道理、因果的事实真相，没有一个不通达，只是我们自己迷惑颠倒，不了解这些事实，读了古圣先贤的书，还以为他用这些方式来劝人行善而已，未必是真的。我们还这么怀疑，于是不能够相信，也就不肯去做。不能行善，必定就造恶。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就迟了。这个一段文里面，我们不能细说，有时间关系。过去曾经细讲过，有录音带，还有写成书，诸位可以参考。了凡居士举了10个人，证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真实不虚。总结，必深明因果之理，方能尽四修之功。我们修行为什么功夫不得力？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同修确实很难得，常常责备自己。来找我，问我有什么方法帮助他用功得力。我们依照经论里面道理方法讲的太多了，他还是用不上力。原因在哪里呢？
看的是不少，听的是不少，实在讲呢，对这些理论没有透彻的明了啊。对于这个业因果报事实很模糊啊，没有信心呢、自己的毛病习气很深很重啊，未尝不想改，就是改不过来啊，改不过来是不怕因果报应。你说有地狱，地狱没现前不在乎啊，你说有果报，果报我还没看到。真正明了这些事实真相，他就悔改了，不要人督促啊。我们在经上看到阿罗汉啊，正得阿罗汉果，他有智慧，他有能力，他能够知道他过去500世当中的状况啊，过去500世曾经堕过阿鼻地狱，想到那个阿鼻地狱那里的情形，还是心有余悸啊，流血汗，还惊慌恐怖，心有余悸啊。我们过去也在地狱里待过，忘掉了。没有这个能力记不起来。如果有阿罗汉的功夫，知道过去生生世世堕落受苦，哪有不发愤图强的道理呢？毛病习气哪有改不了的道理呢？不是改不了啊，是自己不肯改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圣人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圣人肯改，凡人不肯改。不肯改，那就没法子了。到什么时候他才肯改呢？什么时候那个罪受到极处了，他才回头啊，才肯回头啊，这个罪有的受了啊。所以这个结论结得好啊，如果不是深明因果之理，回头很难很难啊。所以我对于初学的同修，我常常劝导他们把《了凡四训》先念300遍。什么原因？深明因果。听个1遍2遍不管用啊。读个10遍20遍也不管用啊。为什么呢？熏习的力量太薄弱了。300遍要限定时间把它念完，这个分量不多啊，一天念一遍《了凡四训》，从头到尾一天念一遍，念一年啊，你一年不间断，这个一年的熏习，你会相信因果了。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会很容易的惊觉到，我动这个念头，我做这个事情，跟因果道理符不符合？你要没有这个功力，没有这个300篇的功力。面对着人事，就把这个忘得干干净净，还是随时烦恼，
还是随顺习气，那有什么法子？我劝的很多，几个人真的在一年当中每一天念一遍，念三个遍，不肯干嘛？我没有吝啬，没有吝发。我在佛法修学得的利益，我都会告诉别人。我自己修学的基础，确确实实是得利于这个小册子。我刚刚接触佛法的时候，朱金咒老居士送了一本《了凡四训》给我。我读了深受感动啊。这是47年以前的事情。那么底下这是别名，详细给来解释。善有真假，有端曲，有阴阳，有是非，有正偏，有满半，有大小，有难易。行善即善，你先要懂得什么叫善啊。如果对善恶没有能力辨别，没有能力辨别的人很多，把善当作恶，把恶当作善，这一种颠倒的成见，我们常常见到。所以现在不但学佛难，连做人都难。古时候一个儿童从小就有人教啊，在家里面父母教，上学念书老师教你，从小熏习，纵然做坏事，他还常常受良心的责备。也是前面讲的，他还知耻啊。现在人做坏事，不会受良心责备啊。他认为做坏事是应该的，做了之后说起来还常常谈笑风生呢。不以为耻，那有什么法子？这个就难了，这个是修道最大的障碍。你道业怎么能成功？不但道业不能成功，做人到后来都失败。那个就是这个《易经》引用的底下一句：“己必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么什么是真善？了凡先生在此地也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跟佛讲的一样，有益于人的是善，有益于自己的是恶。这种说法现在人谁能接受？现在人观念当中，有益于自己的是善，绝对没不懂得有益于自己的是恶。
所以整个社会把自私自利看作是天经地义，是正当的道理。那有什么法子？这个就是观念见解上的错误啊。因为有自私自利，决定害别人，所以损人利己，干这种事。好事自己拦住，恶事推给别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推给别人。现在这个社会里太多太多了，处处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占别人的便宜，那么在佛法里面讲，为什么说自利是我？佛告诉我，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六道轮回就是自私自利呀，变现出来的。自利的心淡薄了，超越轮回就容易了；自利的心没有了，轮回就没有了，就超越了。换一句话说，超越六道轮回是善啊，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这是恶啊。佛说这个事情，相信的人就更少了。许许多多人根本就不承认有掉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神话，哪里是真的啊？这世间人自以为聪明啊！我们相信，我们凭什么相信？我们有相信的道理，道理就是《大乘经》上所讲的，为识所变。佛给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你心里面有地狱，就会变现地狱。地狱是什么呢？嫉妒、嗔恚。我们有没有嫉妒心？有没有嗔恚心？佛讲了，贪心是恶鬼呀，愚痴是畜生呢，嗔恚是地狱。我们有贪嗔痴的心，这个贪嗔痴这是业因呢，它就会变三恶道。所以佛讲，你能把贪嗔痴的心断了，没有了，三恶道就没有了。这有理一定就有事嘛。那么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利益别人的，这称之为功啊。功那就是真。利益自己的，这是私，私就是假。这善有真假了。
这第二个说法。第三个说法呢，你从真心里面去帮助别人，利益社会，这是真的。看到别人做啊，我们也跟着去做，那是假的，那也不错了啊。看到别人做，跟也不肯跟呐。所以第一个发心人呢，从真心里面发的真的。第二个发心人的时候，可能是为名为利呀，那个心就不真了。虽然发心利益别人，其实还是终极的目的是自利。希望自己获得别人的赞叹，获得别人的恭敬。这个还是私，还是假的，不是真的。第四个说法，无为而为是真的，有为而为是假的。廖凡先生在这个里面呢，给我们说了四个标准，叫我们去辨别。你一去行善，你即善，你要知道善有真有假。即善要即真善呐，不能搞假的。那么什么叫端取呢？纯粹是济世之心，这是端。如果有一丝毫美事之心呢，那就是取。美是谄媚八戒啊，换一句话就心不正呐。也就是我们现在人家讨好啊，讨好社会，讨好别人啊，去做的善事，这个善就是取啊，没有条件啊，真心帮助别人，这是断。第二个说法，纯是爱人之心，这是断。那么换一句话说，并不是真正爱人，而是假借这种行持得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取，取也就是假的，也不是真的。第三个是真正敬人之心，这是端，端是端正的，端庄啊。如果有一丝毫万世之心呢？那就是取啊，这个万事年轻人懂得不多了啊，但是年轻人知道消遣，跟这个意思很接近啊，要把它当作一种消遣啊，去行善，这个善是取。这些善不断啊。那么什么是阴，什么是阳，这个好懂。
你行善，不让人知道，这是因。阳是露出来的，显现出来，别人通通都晓得。古人讲得好啊，阴德天地鬼神报答你，那个报得厚啊。扬善做一点好事，立刻就要人家来表扬，来赞叹。所以古人讲，扬善享世名，他享受别人恭敬赞叹，别人的恭敬赞叹也是福啊。那个福什么？马上就享尽。尤其是现在这个世间积善非常不容易。你做了一点好事，无论你做多么大，你看人家报纸上给你一登，电视上一宣扬，完了全都光了。后头没有福报了。但是今天人造物用种种方法隐瞒，不让人知道，那个祸及后了，天罚之啊！老天爷惩罚你，你往哪里跑啊？你行善，善及不住，你那个祸啊，那完全累积了在那边，你说多可怕！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懂得。可是今天你做善，确实，会有记者来采访，会有新闻媒体来给你报道。我们的心确实没有这个念头，不要人家这个宣扬的，这个善还能保存一点。为什么不接受？我目的不在此地，目的要是今天讲的是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声望，你的福报就完了，福报就享尽。了凡先生说得很好啊，世间知名度高的人，如果没有实德，没有真实的德行，这种人往往有非常的灾祸。为什么呢？圣明不但人嫉妒你，天地鬼神都嫉妒你。明者造物所忌也。你怎么敢承担啊？反过来看，真正心善行善而遭社会人嫉妒回报，这些人呢，往往自己这一生不发达了，他的儿孙一定发达，他的善呢，那是真正积下来的，他的罪业已经现世都报掉了。
所以中国古人常常教人积阴功啊，积阴德，为善何必要人知道啊？这很深的道理。善有是非，这个意思很深。廖凡先生也举了古时候的例证，归结到最后，他讲得很好。人做一桩善事，特别要重视他的流弊。如果在现在是善，将来不善，这不是真善事啊。所以善不在一时，而在久远呐，不在一生呐，而在他的影响。如果他现在做的是一桩好事，但是这桩好事并不是一个好的影响，影响反而会害人，那就不是真善。这种善是似是而非也。眼前他做的事情似乎是不善，可是影响到久远呢，你看到确确实实许许的众生呢得到利益了。我们举一个事实的例子，诸位就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知道两方面都非常痛苦啊。爱因斯坦发明原子弹，原子弹轰炸日本，日本人投降了。在我们讲这善事好事啊，在那个时候是好事，现在想想是不是好事？爱因斯坦做的是不善了，这个东西发展流弊，将来就毁灭整个世界。爱因斯坦没有念《了凡四训》啊，他要念《了凡四训》，要念这一段文，懂得这个道理，我相信他不会把这些理论公布给世界了，不会搞这些东西。日本人投降，早晚的事情。在当时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国力已经消耗尽了，没有办法再拖下去了。何必着急提前几个月投降。凡是这一类的事情，你就能见到善有是有似是而非的善，不是真善。那么也有一些措施，好像现在大家对于大家不利，
可是长远看起来呢，是好事情。啊，所以善恶要看它的流弊，要看它的影响。啊，从这上来看。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佛门里面，隐士起居里面道理很深的。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提倡素食，初学素食的人。好像是非常不利也。啊，开始吃素的时候，前两三年，面黄肌瘦啊，人家看到你都想生病啊，营养不良啊，这看起来不善啊。可是慢慢习惯之后啊，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会有那种情形呢？什么生理上的转变啊？原来这个饮食入食吃惯了，现在一下调整要换过来，它也有适应的时期。这个适应的时期大概是一年到三年，看每个人的体质啊，体质好的人大概一年就能正常，体质差一点的要三年。你要能忍耐得过，三年之后，啊，你适应了，晚年的身体健康啊，那是一般这个肉食的人不能比呀，你真正就得好处了，啊，这是你刚刚行的时候好像是错误啊，哎，往后面看呢，对呀。没错啊，这是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所以，聪明人，古人常讲有前后眼啊，啊，往前看。汲取历史的教训，往后看，怎样自己能够获得福报？啊，这就叫有前后眼。啊，我们一般讲有眼光。啊，年轻人。哪一个不喜欢欢乐场所呢？哪一个不喜欢玩呢？啊，年轻真是大好时光啊！啊，这个时光的时候，要是浪费在游乐之中，不知道进取，晚年就困难。但是往往这个少年过着幸福欢乐的生活，都是家庭环境很好啊，这个家庭生计非常困难的，他想去玩哪有机会，天天要做工啊，一天不做工一天就没饭吃啊，所以家庭生活艰难，子孙呢往往好学能发达，这里头都有因果的关系啊。我是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家里头是一无所有。啊，我父亲工作，真的是一天不工作，我们家里一天就不能生活。啊，所以知道这个困境的，年轻的时候不敢去玩了。啊，知道要读书啊，知道要好学。啊，我年轻的时候，同事、同学、朋友，啊，都说我是书呆子，啊，不跟他们在一起玩，啊，他也来问我为什么不去玩玩，我说我很想玩，我把时间换一换，那怎么换呢？你们年轻玩，我等到老时候再玩，啊，我年轻的时候攒一点资本。老时候去玩，啊！现在我那些老同学、老朋友见面，哎，你对了，啊，说我对了。当时你为什么不跟我走的？啊，这个就是我比他们聪明的地方，啊，我很喜欢玩，啊，年轻时候没有本钱玩，啊，多学一点。攒一点本钱，老的时候去玩。老年享福是真正的福报，年轻的福报不算福报。年轻受苦啊，无所谓，有体力，有精神，啊，不在乎。老年没有福报，那就很可怜了，啊，没有人照顾，那生活很凄惨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年轻要修福，要积德，要行善啊！啊，你老年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人照顾。啊，所以这是非，我们要有能力。辨别，底下讲善有偏正啊，什么叫偏，什么叫正这个善呢，善心，善行是正，恶念恶行这是偏呢，可是我们看到由于善心呢造恶事的。啊，这就所谓是正中偏。啊，他是善心，他造了恶事。也有人恶心啊而造了善事，啊，偏中正。这些事实真相不可不知。善，这个善人造了恶事，所以这个里头的因果善恶因果事相非常复杂。我举一个例子告诉大家，早年呢，我在台北参加大专佛学讲座，那个时候道安法师主持的，请我去教学，所以我有机会亲近他老人家。道安法师非常慈悲，这是我在老和尚当中啊看到的是非常值得人赞叹敬佩的一位老法师。老法师慈悲，就有信徒骗他，常常去骗他，
啊，骗钱，老和尚都给了。有一天我去看老和尚，啊，我进去正好有一个人出来，那个人我也认识。啊，我进去之后坐下，老和尚说：“哎，刚才有个人出去了，你没见到过？”我说：“见到了。”他说：“他今天又来骗我。”我说：“你给他没有？”“给他了。”那一个人不知道老和尚，了解这个事情，以为不知道，今天又骗又得手了，哪里想到老和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道安法师死了的时候，负债800多万，都是被人骗去的。啊，可是他并不是不知道，他知道，知道还让你骗。啊，老和尚没有钱呢，跟信徒当中借钱来给他，这正中骗呐。啊，那么也有恶心呢，做了好事，他实在是想害你，啊，想整你，哎，哪里晓得因为这个因缘呢，你得了大利了，得大好处了。这事情往往有之啊，那是偏中正啊。我在修学这几十年当中啊，这些事情遇到很多。啊，所以善恶很难辨别。啊，你要很细心的去观察。不要在意啊，守住佛讲的一个大原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能把它看清楚看明白啊。下面讲善有半满啊，满是圆满，半是不圆满的。这个里头的总原则，行善而不着善，这是圆满。佛家常讲三轮体空啊，不执着，行善之后还念念不忘啊，我做了多少好事啊，对哪些人有恩惠，这个善是半。不是圆满。佛家讲这个三轮体空，譬如以这些财物帮助人。帮助人之后，内没有自己。不要常常想着我自己做了一桩好事，把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外呢，也不要去记挂哪些人受你恩惠，通通忘干净。也不要想到你那些财物，心地清净，这三轮体空，这个福报是圆满的，无论布施多少都是圆满的。如果着相布施啊，不忘记能布施的我，也不忘记那个人是我恩惠，我这个帮助他多少多少，啊，你帮助的再多，都是半。啊，这个半，换句话说，你所得的福报是很有限的，满是无限的。所以佛在经上讲啊，一钵饭可以种无量的福报，叫佛在经上讲啊，布施辟支佛一钵饭，那托钵的是恭恭敬敬布施供养一钵饭，得90亿劫
不受贫穷的果报，那个福报那么大，为什么？他真心，他的福报是圆满的，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去修福，福报是圆满的，那一钵饭的时候，得91劫不受贫穷的果报。一分钱的供养可以消无量无边的罪业，都是以真诚清净心修啊，着相布施就不行了，着相布施真的黄金万两，得的果报福报还是非常有限。所以佛家讲修福真的是很公平的，不是说有钱有地位你就能修福，贫穷下贱没有地位的人就不能修福，没有这个道理。我们在经上看到乞丐遇到佛菩萨，遇到阿罗汉，自己想到这一生贫穷下贱到这种程度，过去生中没修福今天遇到圣贤人想修一点福供养他，他自己在外面讨饭讨了一点，可能他已经吃了一半还剩下一点，这个东西怎么好供养，怎么好布施，但是实在没有，他只有这一点东西这个阿罗汉不嫌弃，我接受你的，你供养我接受你的来生享天福那个一波半碗呢，佛报是换得来生享天福真诚恭敬大富大贵人家布施百万千万未必能升天呢。就只有佛法明白这些道理才知道我们自己应该怎样修学。人人都有机会这个修福是人人都平等的。问题就是你懂不懂这个道理明不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如理如法的修学，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圆满的福报绝对不是说哪些人有能力，哪些人没有能力，那是世间人的俗见，不是佛菩萨的智慧佛菩萨给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幕后讲难易行善极善又难又易凡是有机会的你去做就容易有机会而不肯做这个事情就难了尤其是贫穷之人生活在极度困难当中之人他要能发心修布施供养难能而可贵呀所以难易不在事在你的心
真正觉悟明白了，容易，会抓住机会。但是我们看到世间确确实实有很多有财富的人，有地位的人，他不晓得修善积善的机会，抓不到这个机会，在他就难了。前天有个同修告诉我，说是澳大利亚这边的，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听说他的财产是几千万吧，还是上亿万的，大财主，死了也不给他儿子，也不给他女儿，给他养的那个狗，好像你们应该都知道，报纸上都登了。这个就在他就难了，没有机会啊，他给狗，那个狗是富翁啊，这么喜欢狗，他来生就变狗了，一定到畜生道就投狗身了。你看这不是愚痴到了基础啊！他这些财富不知道做社会福利事业，不知道帮助这些世间困难的人。许许多多的机会在他面前呢，当面错过，就爱一条狗啊！当然，这个狗跟他也是有缘分的。过去生中没有缘分，也不可能有这些事情啊！这愚痴，不知道怎样修福。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幕后这个结论，为善必穷理，否则行无益这话都是真话要深深地明了这里头的道理我们做了一些真的好事，真的善事，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第一等好事是什么呢？佛说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第一等的好事。所以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就干这么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就是现在此地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学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果报就是离苦得乐众生的苦难从哪来？迷惑颠倒，造成种种苦难。觉悟之后他就离开灾难了，觉悟就消灾免难了所以觉悟之后，你自自然然你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利害，你自自然然呢，就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福报就无有穷尽了。了凡先生在此地又给我们讲积善的十个纲领提出这个十桩事情。教我们认真去做第一个是与人为善
这是讲存心的，要存一个善心，以善心看待一切众生。第二，爱敬存心，真诚心，爱一切众生，爱一切人，爱一切物，爱一切事。敬是谨慎，是细心，对人、对事、对物。爱敬存心啊。第三，成人之美，人家有好事情，我们要帮助他，成全他，不能破坏。这个人是恶人，不是个好人，但是他做的事情是一桩好事。前面讲过，偏中正，我们要不要帮助他？要帮助他，不能因为他的人，我们对事，这个事对社会有好处的，对大众有好处的，就应该要帮助。人虽然不善，我们要常常辅导他，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使他的善行能成就，这是对的。第四，劝人为善，特别劝导这些有能力的人，有机会的人，他们有能力有机会行善，往往错过，非常可惜。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那比较困难，创造机会也必须有创造机会的条件。如果完全没有条件，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认识机会，掌握机会，这是真正的智慧。第五，救人为急，人在有急难的时候，有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论他是好人是恶人，是恩人是冤家，不可以说见死不救，一定要救援。第六个是心见大利，所谓大利，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大利益，自己有能力，自己一个人做，没有能力，集合大众的能力来做。利益社会大众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可是你要晓得，什么是真正的大利？真实的大利无过于教育，教育是根本呐。今天社会动乱，人心不安，灾难频繁，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要细细的去反省，你就会明了教育的失败。那么现在最大的利，说实在讲，没有别的，宗教教育啊，学校教育要回头到中国古老的
那个教学宗旨是很难办得到的。啊，换一句话说，纵然他明了，他也没有办法改正过来。啊，所以今天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希望宗教教育。宗教教育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做了，怎样去推动啊？啊，那么说到佛教教育，佛教教育今天没有办法推动，原因在哪里？没有师资。没有讲经说法的人，出家的人虽然不少，出家的人没有忘掉自己，没有放弃自私自利。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想推动佛陀教育就根本不可能。要想推动佛陀教育，最低限度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弃掉。可是几个人肯呢？这就难了。所以在当前呢，最大的利益呢是办学啊，培养师资啊，然后才有一批人来推动啊，来教化众生呢，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一切众生积功累德，现在这个世间孤儿很多，这些小孩小朋友从小就失掉了母爱，失掉了家庭了，他们需要真正爱心的人照顾，真正爱心的人教导，要怎样教他？这个都是社会大利之一。年老的人退休之后，在现前的社会，儿女不养老人，老人的晚年非常孤单，非常寂寞，我们要怎样照顾他，怎样教导他，让他回头，让他忏悔，让他认真学习，来生比这一生呢过得更殊胜。这是教育啊！如何帮助他不堕三恶道？当然，最殊胜的帮助他做佛做菩萨。这个目标达不到，也应该帮助他升天，帮助他来生还得到人间的富贵，这都是属于大利。第七，舍财作福。世间人几个人知道财是罪孽？你能够舍财，那你就修福了。积财就是罪业。你晓得这个世间人多少人缺乏财用，你把财留在你自己身边，
让一些人受苦受难，这不是造业，是干什么？啊，何况这个财积在身边，增长贪心，啊，增长贪嗔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就增长你将来堕三恶道的机会，一定要舍，要舍得干干净净的，啊，不要怕自己没有用的，啊，世间人不肯舍财，就是有这个顾虑。我舍了之后，我的生活怎么办？啊，他不懂一个道理，这因果的道理，你命里面有的，决定有，舍都舍不了。命里头没有的，求也求不来。啊，你命里头有财富，你财富统统舍弃掉了。啊，不要几天呢，不知道那财富从哪来的，又那么多啊。不但那么多，大概还要多一些，像生利息一样的。啊，可是这个财来的时候，赶快还要舍。中国大陆这个从前供财神呢，供范蠡，很有道理的。啊，范蠡非常懂得处理这些财物。啊，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之后，啊，他就退隐了，啊，去做生意，没有多久发财了。发财之后布施完了再从小生意做起，啊，没有多久又发了，发了之后又散，三聚三散，啊，所以他懂得散财，懂得布施，啊，越施越多，越多越要散，决定不急，啊，不要积财，散财，啊，这个是修福，修大福报，啊，不但他这一生当中啊，财用决定不会有缺乏的时候，来生的福报无比的殊胜。啊，第八，护持正法。世间正法，除世间正法，要维护啊，要懂得。首先要能有智慧，有能力认识正法。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很难呐，《楞严经》上讲得很好啊。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也就是说，仿冒的佛法太多了，不是真实的佛法啊。所以你第一个有能力认识正法啊，然后啊，你才发心去护持正法。我们一生全心全力干这桩事情啊，这是每个人缘分不一样啊。你很想学佛，很想亲近善知识，个人语言不相同，真正遇到善知识啊，大幸啊，遇到善知识之后要真正肯学啊，发心学习弘扬护持
这个是无比的福报。第九个，尊重尊长。佛经里面教导我，孝亲尊师。我们要去做到，给社会人做个好榜样。现在这个世间人，孝道忘掉了，师道也不存在了。我们时时刻刻不忘记父母师长的恩德，这个是存心厚道啊，念念不忘啊，不但不忘，还要有行为表现啊。父母在，要孝养啊，尽到孝养的责任啊。老师在，也要尽到孝养的责任。中国古时候对老师跟对父母没有两样啊，孝顺父母师长，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啊，对老师之恩怎么能忘记？我小时候念小学，小学那些老师找到了。中学时代的老师现在还有一位。我们要常常记住，常常慰问。逢年过节也要送一份供养去。礼虽然很微薄，老师感到很温暖啊。这个学生呢，几十年一生呢，没有把老师忘掉啊。老师对我们有厚恩，我们怎样报答？表扬老师的德行。那么诸位都晓得，我学佛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往生之后，我向台中联社建议，在老师的故乡山东济南给他建一个纪念堂。我提议之后，台中人也去看过了，但是到现在都没有行动。很多人来找我，我说我是可以做，但是我做了对台中同修面子上不好看。李老师在台中住38年，你们没有点心，我跑去在那建个纪念堂，成什么话？这个纪念堂一定要做。提倡师道，提倡知恩报恩呐。那是教育的作用啊！也就是提倡师道啊！韩馆长对我有护法之恩啊，我们学佛弘法靠他的护持。他护持我30年了，我们念念不忘啊！我在他的故乡买了一栋房子，一栋大楼，每一层和台湾是100平，一共7层，整栋大楼买下来，
作为韩英馆长的纪念堂，不忘本呐、啊！告诉那个地方，你对我有恩德，我念念不忘你。啊，这个大楼买下来的非常好，下面两层我们用不了那么多，下面两层呢租给别人，拿这个租金可以维护这个道场，所以这个道场不需要向外化缘，不需要人家帮助，啊，自己可以能维护。啊，我还有一个中学校长周邦道先生。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他是我校长。啊，到台湾我们有缘分跟李炳南老居士一起学佛，他也拜李老师做老师。啊，我们常常在一起。啊，他走了。我是准备在贵州，就是当年我念书那个地方，我建一个中学纪念校长。啊，我们校长别号叫庆光，我那个学校名叫庆光中学。啊，纪念校长。啊，孝亲尊师，我们要有行动去表现的，要真正去做啊。啊，我母亲往生，我纪念她。就是用了华藏奖学金，啊，在大陆上50个学校，啊，设立这个奖学金，奖学金就用华藏，真做啊！提倡孝道，提倡师道，人不能忘本。忘本还能算是人吗？幕后一个爱惜物命，佛家提倡素食，素食不杀生的，佛的戒律里面把这个列在第一条啊。你看五戒，菩萨戒、比丘戒、比丘尼戒，第一条不杀生。杀生是大恶啊，所以要学习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善行无穷，由此推广啊，万德可悲。善行真的无量无边。了凡居士在此地给我们列出10条。能把这个10条去做好，然后把这个10条再推广，你才真正是极善，真正是个行善。世间人没人教导，不懂啊，实在讲也不能怪他。我们这一生有幸遇到佛法，遇到好老师，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这一生做人应该怎么个做法，真正依教奉行，啊，这一生过得很充实，过得很美满了。啊，那么尤其在现代，是个大动乱的时代。极善、极德
一定要抓紧机会，努力去做，赶快去做。机会一失掉，就很难再遇到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四训末后一段是谦德之孝，这一段文不长啊，主要的是告诉我们，处世为人要懂得谦虚啊。所谓是满招损，谦受益啊。你看看这个世间人有很多做的好事，好事为什么不能成就？细心去观察原因就知道了。多半是姿势太高了，傲慢了，引起别人的嫉妒，所以阻力就来了啊，破坏的力量就来了。到你招架不住，你的事情就毁于一旦啊。古人做一桩善事，为什么会能成就？为什么那么多顺利，那么多人帮助？谦虚啊，自己不居功啊。功德谁呢？功德大家的。功德归大家，过失归自己，事情就能做得成功。功德归自己，过失归大家，没有不失败的。古今中外，成败它有个道理在，你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你就明白了。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法？末后这一段文虽然不长，它也分两大段。第一段的大段呢，是举《易经》的总书。《易经》里面有几句话：“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复谦，人道恶盈而好谦。”盈就是满足。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诸位一定要明了，最忌讳的就是满啊。人觉得自己很满足的时候，往往不知不觉骄慢的态度就显出来。如果我们讲预兆的话呢，这是最不好的预兆。就是打仗也是如此，骄兵必败。抗战胜利之后，这个国共的战争，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念书。南京有一支军队，是国民党最好的军队，常胜军呐，跟日本人打仗打了8年，这个军队没有打过败仗，所以是蒋总统最心爱的一支部队，也是装备最好的部队。
这个部队从南京出发，开到山东去了，给共产党的这个打仗。结果是全军覆没，全军覆没，军长自杀了。我们那时候细细观察呢，太骄慢了，目中无人。证明兵法里面讲骄兵必败，败得那么惨，太大意了，瞧不起人了。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我们说看在眼里。骄慢，谦是谦虚，谦虚就受益。这《易经》上举个比喻，这饮是满的，好像这个杯子，你这个杯子是满的，水是满的，人家再给你添不进去了，漏掉了。你这个杯子是只有一半，你能够接受别人的供养。谦就受益，满就遭损了。所以这个四句话说得好啊，天道亏盈，你满的时候，他就要帮助你减几分呢。亏是亏损呢，让你亏损一点了。你谦虚呢，他就会一就是给你增加一点了。看你少我多给你一点，看你多我把你减几分。天道地道变盈而流迁，变是变迁。你这个满了，到满的时候必定有个变化。所以地道是变盈而流迁，流是运泽。你看地洼的地方就有水运泽它了。地高起来的地方就没有了，得不到运泽。人呢，人对于处住满的厌恶，嫉妒障碍就来了。人在谦虚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大家都尊重他，都爱他，都愿意帮助他。鬼神呢，看到这个满的人呢，鬼神往往害他了。谦虚的人啊，鬼神保佑他。我们世间人常讲啊，人都同情弱者，弱势的人呢，很容易获得人的同情，就是这个道理。弱势是谦呐，强盛是慢呐，人家看到的讨厌了，厌恶，所以劝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懂得谦虚。了凡先生在这一段里面举了好几位当时他都是熟知的这些人，认识的这些人。
凡是谦虚的，因为这些人是读书人，读书人考功名呢，都能考中。他举一个丁宾，这是同时代的一个年轻人，年轻的读书人。为人孝顺，我们讲孝亲尊师啊。同学当中回谤他、侮辱他，他没有一句辩别，完全能够忍受。而且对待人的时候只有恭敬，不是说人家回谤他、侮辱他他就嫌弃，没有，对人是以亲近心、平等心看待。所以了凡先生看到这个人品，这个人呢，决定这考试的时候一定中，到放榜的时候果然他考中了。古时候看人呢，实实在在讲，你该不该有功名，该不该有富贵，命里头有的，真的不在乎你的学识，在乎你有没有这个命啊。现在考学校也是在乎你有没有命啊。考试，实在讲，没有办法判断一个人的学识。运气好的，考试题目正好，这题目我都知道。碰上了嘛。天天在准备，非常用功，非常勤奋，天天读书，碰到这几个题目刚刚好，就这几个题目没有发现到。往往没考取。我是个小学考中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好像我考中第十名，我天天玩了，根本就没有读书，家境不好，念中学未必能念得起，就考就试试看吧。我考了第十名，我有一个同学曹同文，这个人现在也在台北，非常用功，我们同班同学是第一名。没有人不佩服他的，他没考取他比我强太多了，为什么没考取？那几个题目刚刚好他不知道。这命嘛，这个东西不是你用功不用功嘛，真的是你命里头有没有我跟曹同学两个在这个读书上比差一大截，不如他了。所以古人讲考试，第一个是因功啊。你祖宗有没有阴德，你自己有没有积阴德，第一是因功啊。那么了凡去世看人也看这个。这个东西是吉凶祸福的预兆。第二个，他举冯开之也是当时去参加考试的一个人。了凡先生这都很熟悉。这个人谦虚。在这个大众之中他自己懂得收敛。对人恭敬。别人当面说他的过失，他都能虚心接受。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了凡先生看到，这个人今年考试一定会考中。
都被他所料到了。啊，举第三个，夏建所先生。这个人处事待人虚心下意，处处不敢为人先，那个廖凡先生说，夏先生谦光逼人呐，温良若此，温厚善良，谦虚，卑下，这是个读书人。这个人去考试哪有不中的？果然也中了。这是讲谦德的效果。拿这一个字，最后勉励他的儿子。要学谦虚啊！在结论里面讲，虚心委屈自己，这是受福的基础啊！功高我慢，不可一世，瞧不起别人，那是祸害的根源啊！你现在可以得志，可以傲慢了，你会有一天失志的时候啊！到那个时候，人家原理的不再怕你了，不再理会你了，你就有苦头受了。所以人在得志的时候，越是要谦虚，越是要恭敬，越是要诚心诚意，利用这个机会去帮助别人，修福。积德到你自己的时候，年老体力衰了，退休了，报恩的人多，照顾你的人多，所以我们修福什么时候享福？晚年享福，退休之后享福。中国人这个教学说得好啊，年轻的时代。培养福德的基础啊，根基，这些教育都是小学时候教的，父母教的，老师教的，所以为什么父母老师恩德那么大？你的成就都是得力于那个时候栽培的。中年时期踏进社会了，是你修福的时候，是你造福的时候。是你积福的时候，晚年退休，中国古时候70岁退休，这《礼记》里头讲70而至死，70岁退休的年龄，退休之后享福啊，现在的社会颠倒啊，什么时候享福？儿童享福。父母宠爱啊，中年呢，中年的人战场拼命啊，晚年呢坟墓啊，你说多可悲呀，多悲哀啊！你看看中国人的生活，晚年享福啊，这是外国人想不到的，教育的理念完全不相同。所以我过去住美国的时候，中国还有一些受老教育的，还有祖孙三代住在一起的，三代同堂的，日本人也很多，当地美国人看到非常羡慕，尤其是美国老人看到了很感动，他的儿女走了之后就不会回头了，过年过节寄一个贺卡，我就不得了了，到处告诉人啊，我的儿子给我寄一张贺卡来了。
看到这个东方人的时候，老人给儿女、给孙子住在一起，他很羡，非常羡慕。东西方文化不相同啊，现在我们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大了，也学外国人，不要父母，不养父母，忘恩负义。他种下这个因，到他退休晚年的时候，他要尝到这个果报，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我们要想恢复传统善良的教学，一定要从自己做起，一定要懂得谦虚，谦虚才能够受教。善福无有穷尽。人只要傲慢，不谦虚，再好的老师都没办法教导。我们跟李老师十年，看到老师对学生的教学，凡是学生有傲慢的，没有一点谦下之心的，老师对这个学生呢，很客气，很恭敬，他有过失，老师也不责备，也不说他，我们就问为什么？老师讲没有用啊，得罪人啊，结冤仇啊，何必呢？你看能接受的、肯听话的，那老师又打又骂，一点好颜色都没得看，真的教你啊？为什么？你能受得了啊？你肯接受啊？不肯接受把你当客人了，肯接受才当学生，那对你没有好脸色的，那真教你。所以同学当中有也有好几位老师把他当客人了，很客气。跟对我们一些那个天天又打又骂的不一样啊。老师不是有偏心的，完全看学生肯不肯接受。所以常讲，你有一分诚心，一分接受，就教你一分；你有十分诚心，肯接受十分，就教你十分。不能接受不教，教了没用。你只有一分诚心，教你两分，太多了，你接受不了。因人施教。看学生，看你的真诚心，看你的谦虚心。对你用什么方式来教导？因人而异。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只有20多个人呢，老师对每个人教的方法都不一样。那么这个四训的大意就讲到此地。我们时间虽然短，重点都说出来了。详细的我们有录像带，还有一本书，这个书分量也不少。以后我改了一个名字，第二次印的时候我就没有用这个袁了凡家庭思训，没用这个题目了。我把它题目改到改造命运，心想事成。这个大家看到比较容易吸引一点。改造命运，心想事成，就是了凡四训。希望诸位同学如果想多知道一些呢，可以看这本书看这个录像带。今天到此地讲圆满，谢谢诸位同学。